来，那云端怎么开始？三位怎么创作 ？Julia， 哎，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见面，然后写歌的时候就是各自写各自的，然后也没有讨论太多了，我们好像就是走自己的路线。但莫名其妙，我觉得三个路线合起来变得很炸，然后整个歌其实我是觉得，在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交谈交流，跟想说哦，我们要怎么去 plan 这首歌。的状态下我们还可以写得蛮顺的，就不会觉得谁写的会突然很奇怪或怎样。说真的可以这么顺利然后又不碰面的状况底下真的很难，因为你知道创作有时候美感真的很多。 对， 对啊，所以你们比较没有遇过说哦，他坚持什么你又坚持什么。对啊，真的没有吗？没有吗？就是说是那个广告拍的时候那脚本说哦，我不要这个动作我不喜欢好像没有我想多跟 Julia 互动一点哦，我不要跟姑姑啊这可能有对手戏太多最特别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很好动，然后他们两个又很会跳舞，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拍摄 MV 的途中就一直叽里呱啦，然后一直在那边跳舞，就差一点吧。我在旁边就这样子，压力很大，我该怎么办？我懂，我懂。有的时候我们这艺人哦，就是后台哦比前台还要吵。对。但有些人其实是需要安静的，是。像秉志可能就是沉默派的。那你们在聊什么呢？对，姑姑，你跟 Julia 在后台吵到秉志哥聊什么呢？你们的话题是什么？因为他很闹，那在 break。time 的时候我们没有正式开拍，我就在那里律动一下，然后他就开始 copy 我的律动，他就完全模仿到一模一样，然后我们就一直跳一直跳，然后跳了很累，然后就要开始又要拍。哇 OK、欸、你为什么都不会累？你看你看这 Julia 都我都觉得累，对就觉得很好玩啊，真的、啊、觉得难得可以工作很好玩哦，难得可以工作对、啊对啊、也是重点啊。明明就很忙，怎么难得不是呢？毕竟那一段时间、哦、比起以前来讲对对对对对那个工作量差很多。好了，这些都是荧光幕后面让我们觉得很生动的画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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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